感谢神啊！面对2009年，我想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了哈，也听过了。最近的金融海啸哈，深不可见底啊！这也是从几乎是很多人说这是从二次大战以来碰到过最严重的一次。哦，所以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感觉得到。哦，包括日本啊，我是日系公司哦，全球最健康。最好的公司就是哪一个 Toyota 开始裁员、哦、出现赤字，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警讯。但是我、跟弟兄姐妹分享、越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敬畏上帝，更要依靠我们的神、在箴言14:27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它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121:1-2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感谢神哦，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还有上帝。不管怎么样的不景气，多大的金融海啸，都在我们上帝的手中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，让我们更加的敬畏，更加的依靠，因为离开了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为着明年我们所要面对在这属世的挑战，我们跟神求，我们尽量。全人全心回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敬畏他，依靠他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。神啊，我相信任何事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是经过你的允许。神啊，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。主啊，面对2009年的失业潮、金融海啸，神啊，我就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。神啊，愿你伸出你大能的宝贝，祝福我们的国家，恩待我们的国家。神啊，你要阻止一切失业潮的发生，主啊，蔓延。主啊，你要阻止一切，你要保守我们的国家尽快度过这一次的金融海啸。主啊，要更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仰望在你的手中。神啊，求你伸出你大能的宝贝，做我们四维的盾牌，做我们的避难所，做我们的高台。神啊，因为在你里面有平安。神啊，让我们更加的依靠，更加的敬畏在你的面前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，唯一的依靠，唯一的力量。神啊，我们离开了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说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荣耀都归给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与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感谢神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为着我们的工作，为着我们的家庭，为着我们的学业哈。当我看到菲比教会每天为菲比教会带祷，当我们看到菲比教会的分享哈，会友们几乎都蒙神保守，没有遭受到这一波目前的失业潮的侵袭啊。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了、我相信神的恩典能够在菲比教会，也一定能在我们的教会。在路加福音1:50说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箴言9:10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箴言14:26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128:1，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。115:13，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箴言22:4，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103:11-12，天与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。我相信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、弟兄姐妹，我把这些敬畏的圣经节把它分享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注意的话，敬畏耶和华可以得到什么？可以得到富有、尊荣、生命，可以得到依靠，可以得到避难所，可以成为有福的人，可以得到神的赐福，可以得到生命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，可以与神的关系亲密，生命的泉源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罗，可以得到智慧、慈爱、怜悯。很感谢神啊！当我准备这一次的祷告会的时候，神就给我这样子的感动，特别是在敬畏。感谢神啊！我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有顺服，有敬畏。
我特别把这因为我背过128节的圣经里面，我发觉超过十分之一都是提到敬畏上帝，所以让神的灵就是这样特别感动我。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敬畏我们的上帝，所以说我特别把这个经节把它整理出来，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每一个人，我相信我们都有工作，我们都有家庭，我们的子女都有学业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就单单的为着我们家人的工作、家庭、学业，我们带着敬畏上帝的心来求告他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：神啊，我们谢谢你。神啊，我恭敬的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做好每一个人的家庭、他的工作、学业都仰望在你的手中。神啊，我相信你在黑米教会所施行的恩典，你也同样能够赏赐在我们的海山教会。主啊，你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的工作、学业，蒙神保守。主啊，你要成为我们思维的盾牌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成为我们的高台。神啊，你要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苦难。神啊，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，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，让我们的生命紧紧的与你相连接。所以说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再一次将荣耀都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主啊，你配得我们一切称颂，主啊，你配得我们的一切的敬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祝福。主啊，再一次将荣耀都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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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与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